是儿子爆改以后，女儿来加入爆改，手让鼻子会高一点。这鼻影也太多了吧，全都跑到鼻孔里去。我刚刚用的是这个鼻影。我的妆里面，嗯，新手大王，新手大王。化妆非常烂，对。讲话之后，化妆技术还需要再你看米粒都这样说。继儿子爆改以后，女儿来加入爆改，手让鼻子会高一点。你好，非常的有效。这腮红画这么下面啊？这不是腮红。那这是什么呢？这是其中一种眼影，可是我不想把它当眼影。啊，不错哟。这鼻影也太多了吧？不是，这个扫一扫就没了。哦，但刚刚你这画的鼻影了不是吗？下面画。对，卧蚕，哥哥说的。不过我觉得下面，我觉得画黑色会好一点。嗯，色。或者棕色，黑棕色。棕色，你有没有认真在把我画好看啊？还是你就是故意要捣蛋？我很认真啊，嗯，但没有要把我画好看。我觉得可以用这个画眉毛吗？我眉毛挺好的呀，啊，来吧。有种晒伤妆的感觉。什么是晒伤？就是被晒伤的感觉。这个妆的主题是什么？妈妈喜欢的芭比。哦，芭比妆。好了。哇，好有创意哦。嗯，看起来皮肤 shining shining， 鼻子也变高了，真好看，宝贝。这里我觉得还可以吃。粉都跑到鼻孔里去。我刚刚用的是这个鼻影。我的妆里面，嗯，金角大王，什么叫金角大王？你去收西游记里面的。你我叫你一声，你敢回答吗？你看那个，爆改成功。